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分林新闻。伦贝国小结合导师推动课程，带学生做毕业专题研究，并在校园的走廊举办成果发表展览。透过制作专题过程，让学生有机会展示家己的兴趣和学习成果，也更加熟悉在地的特色。他们的每一样商品，他们都会复印的 logo。为了推广外头的风气，伦贝国小推办图书推动课程，并且毕业进行举办专题展览，让学生介绍家己的作品。把我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分享给周遭的人，让他们去更进一步的了解潮牌或是嘻哈文化的这件事情。我的反应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有兴趣是什么爽快，就是开始想要什么爽快，进而认识什么爽快。这座专题过程中，学生拢真用心准备，其中有平时课业无特别好的学生，反正伫即届成果展表现了真好。他就是这一组作品是美国旅游，然后他对美国的名人特别有兴趣，所以他就在网络上搜寻了很多关于美国名人的资料，所以他选择了这三位。然后他的作品产出之后，我们有分享，然后也获得班上很多同学的回馈，然后班上几乎所有同学对他的这一块的作品都感到非常的满意。透过课程，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兴趣，也更加熟悉在地的特色。唔，那学生外用课本的知识，皆当为生活中有无同款的学习体验。阅读可以让梦想起飞，那让孩子增广视野，拓展他的一个生命的经验的部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推动那个阅读的一个专题研究。那这在专题研究里面，我们结合了，阅读理解策略，还有那个资讯素养，还有图书馆利用教育的部分，希望我们伦贝国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棒的作家。小一讲，他万贯书买家本地咯，好好期待学生毕业以后，唔那会当专心学习，更会当揣着即个专题所学到的经验，迎接未来的挑战。记者丁佩莹采访报道。